头两天我这个车牌子不见了啊，旁边有一个小纸条，写着啥呢？给我转200，还给你车牌子。我着急开车没办法啊，给人家转了200块钱，他告诉我牌子给放哪块去了啊。但是我听说我家这个邻居啊，就这个台车，人家车牌子丢了，就没花钱就把车牌子给找着了。老妹儿好像在车上呢。哎，老妹儿，我12号楼的，咱邻居。那个前两天你牌子丢了，是找回来了？对呀。那个没花钱呢？没花啊。咋找出来的？上车来看看。上车瞅一眼呢。哎，你好，老妹儿。哎。这家伙女司机也挺厉害，我那牌子他妈到点人要了200块钱才找回牌子来。那你看，你装一个这个，你说装个装个是，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行车记录仪。行车记录仪啊！哎呀，早就想装这东西了，妈的，你这就看着是谁拿的了呗，是不是啊？清楚的照着。啊，直接就给他抓着了是吧？嗯、这个是啊，5A视野的。对。然后前面前后都能录呗，这是。都能录。啊，就是行车记录仪，完了带停车监控吗？带。费电吗？不费电。为啥呀？人家说电瓶第二天说的装记录仪打不着火，它连降压线宝马盒的啊，有宝马降压线呢。那这玩意儿就是记录仪，再就没别的了是吧？就完事儿了是吧？它还有别的功能，还能干啥呀？打开导航。打开导航的地图界面已打开呀。你这个还能导航呢？对、啊、是不是那个哪块拍照测速它第一时间语音播报啊？对啊，那你这个违章罚款也能避免呢？不能避免。那智能的呗，智能的玩意儿也能听歌聊天啥的，继续播放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返回桌面，它叫啥名啊？叫未来啊？叫啥呀？未来。叫未来啊。你好未来，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啊？还能有啥问题问呢都能告诉你啊。对啊，真行啊。老妹儿，研究个事儿呗、嗯、咱俩都邻居啊，你把你这个卖给我呗，我兜里还有个1500-600块钱，能行吗？这玩意儿就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买个新